莅临，碍于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介绍，也谢谢您的莅临。让我们再次的欢迎今天在场的所有嘉宾朋友。好，因应农历春节的即将到来，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幼华幼儿园，提前带来充满年味的舞蹈表演。我们现在请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幼华幼儿园小朋友们所带来的开场表演。好可爱的小老虎们哦，他们是装成小老虎吗？全身红彤彤的，喜气洋洋。好，我们排排站好哦，等一下准备要表演哦。我们再一次的欢迎幼华幼儿园的小朋友即将带来的表演。
東武鉄道の早野総経理を始めの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以及我们台铁局行政处黄处长所率领的台铁局的团队，大家早安。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南港来进行这个丰富幸福满满年的点灯这个仪式。我们和东武铁道是在2015年的12月18号缔结。那在这期间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交流活动，比方说我们的票券的兑换，还有东武铁道也曾经这个来支援我们的铁道马拉松的活动。那从去年开始，东武铁道又加入了一项就是这个灯会的一个活动。那去年好像在南港站也是第一年，那今年是第二年，把浅草站的这个白老虎都请过来。那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些的这个交流活动，让我们台日的这个观光能够引起更多的话题，也能够带动我们亲子旅游，也能够使我们很多的日本观光客也会到我们台湾来玩，来也能够带动我们台铁业务的蒸蒸日上。谢谢。好，谢谢陈副处长。接着邀请东武铁道台北分公司的早野雅史总经理致辞，请掌声欢迎，有请总经理。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東武鉄道グループの早野と申します。本日はお忙しい中、メディアの関係者様、他の関係者の方お越し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好，我是东武铁道集团的早野，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媒体好朋友们以及在场的所有相关的长官及来宾，能在百忙当中拨冗前来。弊社は東京エリアで鉄道を軸としたグループでございまして、弊社のスカイツリーは台北101と友好協定を結びまして、東武ワールドスクエアでも101の25分の1の展示物を設置するなど、台湾と深く関わりを持って事業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台湾鉄道管理局様とは2015年から友好協定を締結いたしまして、相互の特急列車を模したカラーリングの電車を双方で走らせるなど、共に日台観光の促進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本公司主要是以东京地区的铁道等相关那个集团公司，其中以东京晴空塔，先来台湾和台北101缔结友好协议，然后接着东武世界广场也在园区里面建造台湾之一的建筑物。来坐这里。然后我们跟台湾有非常密切的相关。那我们跟台铁局则是2015年开始缔结这个友好协议，互相以双方的火车车坐特别的车厢外观彩妆的交换行驶，希望能借机以其促进台日的观光。ここ南関駅では昨年の4月から弊社の SL タイツのランタンに日本のおもちゃをつけ、この地にふさわしいお子様向けのオブジェを提供させていただくとともに、南関駅を利用する家族向けに塗り絵のイベントを実施いたしまして、作品を日本の観光地の日光に運んで展示会を実施するなど、台湾と日本の観光のまたそして国際社会に旅立つ子どもたちの夢の架け橋となるように我々も努めてまいりました。这边南港车站，我们是从去年的4月1号开始设置了很适合儿童游玩的这个小火车轨道的，还附有我们东武铁道 SL 蒸汽火车到处号登座。因为这个地区非常适合很多亲子游客前来的南港车站。我们当时也举办了儿童彩绘活动，把大概500份的这个作品带到日光的日本的观光胜地日光展出，也希望说借此增进台日观光，以及作为以后小朋友们接触国际的一个桥梁。私もよくこちらに参りますけれども、小さなお子様が多く遊んでいる姿を見ますと、
日本と台湾の架け橋になっている場であるなということを実感を得ています。台湾鉄路管理局の皆様、そして南関駅の皆様、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心から感謝しております。去年的展出期间以来，我常常利用假日来现场。每每看到很多小孩子在这里开心游玩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台湾跟日本连接的一个桥梁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台湾铁路管理局的所有人，以及南港车站的所有工作人员，因为托大家的福，所以我们有这一次的合作，有这个桥梁的机会。今回リニューアルに合わせまして、新たな年の始まりという縁起の良さと、台湾観光のコンセプト、Meet Cards Taiwan、また、新たな観光テーマでもある、鉄道里山に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を受けまして、お子様に受け入れ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な、弊社の東武鉄道の、東武動物公園のホワイトタイガーをモチーフとしたオブジェを提供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ホワイトタイガーは古くから神聖な生き物として崇められておりまして、世界でも250頭ほどしかいない希少な生き物です。またぜひ日本にも来ていただいて、動物の尊さを実感してもらえれば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这次我们借由新年的更新的灯座，希望带有新年吉意如吉祥如意的象征，以及台湾推动的这个 Meet Colors Taiwan 的这个观光意向，加上希望推广铁道观光、铁道生态之旅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这边重新改装了受儿童及亲子所喜爱的这个东武动物公园里面的白老虎作为灯座的设计。这个白老虎呢，自古以来据说是受尊崇的神圣动物，全世界目前大概仅有250头的这个稀有动物。然后将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前往日本观赏这个威风的白老虎。また本日この場で、同じく台鉄北部駅では、台中でのランタンフェスティバルに合わせまして、玄関駅として深くふさわしい、発火文化を盛り込んだスカイツリーのランタンを披露いたします。今天我们这边结束之后，下午也会前往台铁的苗栗丰富车站，配合今年台中的灯会，我们特别在从台湾北部，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转运站，丰富车站里放置了有象征客家文化意涵的幸福之树东京晴空塔的灯座。さらに今後も、昨年11月の、台鉄様主催の弁当節にて、開始数秒で売り切れた SL 大事の弁当箱のセット販売なども、台鉄様と検討しております。灯会期间，我们将去年11月由台铁主办的便当节中，我们的秒煞的这个 SL 蒸汽火车大树号便当盒，将推出和台铁的便当这个双铁纪念版便当组的销售，我们正在筹划当中。最後にやりますが、2019年は台湾を訪れる外国人が1184万人を超え、日本人も200万人を超えるなど、日台ともに大きな観光分野の成長があった年でございました。これからの台鉄様との事業を経て、2020年はさらに多くの観光客が日本と台湾を行き来し、日台の市民がともに将来にわたり心の友として相互に発展す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去年2019年度来台湾观光的外国观光客大概超过了1184万人，其中的日本观光客也超过了200万人，可说是台日观光大成长的一个年度。那希望今后也能继续和台铁局有各种的合作，我们希望让2020年有更多的观光客前来台湾，让台日双方心连心的友谊一起共同为观光发展来努力。谢谢大家。好，我们掌声谢谢总经理。我们请总经理留步。我们稍后要进行由台铁局致赠东武铁道感谢状。那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陈副处长上台。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致赠感谢状，有请。好，我们请我们陈副处长将感谢状给我们的东武铁道。那么看看一下前方的摄影机。
好，这次的感谢状主要的内容是要感谢台日双方携手合作举办了今天的祈福点灯活动，为南港车站打造了一个友善的亲子候车环境，并且推到铁洞铁观光旅游特别致赠的这份感谢状。好，谢谢两位长官。那请两位长官留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好。其实这是新年戏，因为那个导演先生也是偷偷的准备感谢状，然后他刚刚才告诉我说也没有 cue 在 rundown 里面，然后我们现在请那个导演先生把感谢南港车站站长，让我们去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为台日的观光努力，这个感谢状是东武铁道给那个南港车站的，我们请那个副处长为我们代收。好，我们谢谢东武铁道这个秘密的小礼物哈。好，我们谢谢。好，我们请两位长官先行回座。请两位长官先行回座。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是寿帽仪式，有请我们台铁南港站的站长陈一林站长上台，请大家欢迎，掌声欢迎。接着有请东武铁道的南本先生上台。请大家掌声欢迎。好，我们请南本先生将这个幸福的有个 T 字的站长的帽子移交给我们南港站的陈一林站长，由我们陈一林站长为我们的白老虎站长戴上这个幸福的站长帽。好，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好，可以的话，那我们请一林站长现在帮我们将这顶帽子戴上我们今天的驻点的白老虎站长的头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帽子的上方有一个 T 字，那这个 T 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据这个站长的片面告诉我们的小道消息是说，这个 T 代表的 Tiger 就是老虎，另外还有我们这个铁路局也是 T 开头，那么另外东武铁道也是 T 开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好，我们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贵宾。接下来将进行的是台日双铁友好丰富幸福满满年的白老虎祈福灯会的点灯仪式，我们有请佑华幼儿园的15位小朋友上台来跟我们一起进行稍后的点灯仪式。好，我们小朋友来，我们到台上来咯，等一下要点灯咯。好，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们手上这次都拿上了七彩缤纷的彩色小灯笼。好，我们就位以后，我们再次邀请我们台铁局的陈副处长以及我们东武铁道的早野牙石总经理上台。那有关于今天的点灯灯笼，我们请台铁的南港站站长陈一林站长以及东武铁道的南本先生将我们这个灯笼递给双方的长官。那我们等会会邀请现场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倒数321之后，我们就一起点灯哈。现在请台上的长官们就位，小朋友们有站好了吗？好，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一起倒数321，请点灯。台湾铁路与日本东武铁道观光友好交流丰富幸福满满年，象征幸福的白老虎祈福灯座点灯仪式在此正式点亮。请长官贵宾以及小朋友们，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我为今天这个美丽又重要的时刻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好，可以了吗？好，那请台上的长官们先行回座，我们请小朋友们，我们围在白老虎的周边，我们来一张可爱的合照好不好？
来，小朋友，我们拿着你手上的灯笼，然后我们绕在这个白老虎站长的周边，来跟着老师走哦。你看火车在跑，有没有？我们沿着火车轨道绕一个圈圈，好不好？好，站好了以后，我们小朋友全部看向前面，我们要拍照喽。来，三、二、一，哇，好可爱哦！好，最后我们请今天所有在场的贵宾长官们，我们一起到台前来拍一下今天的大合照。那我们请小朋友们，没有，我们站在红地毯上，小朋友站在红地毯上，然后长官们麻烦我们站在小朋友的后方，然后我们记得要留下一个位置给这个白老虎站长。好，我们站在小朋友的右后方。好，站好了以后，我们请长官贵宾，我们站在小朋友的右后方。好，我们那个在地的区长也在台前了吗？哈，好，我们台日双方的长官贵宾都已经就位了吗？好，小朋友们站好了，我们看前面，把你的手上灯笼提高高的，好不好？好，各位长官，我们再往右边挪一点点，好不好？因为那个白老虎站长，我们要留一个镜头给他。那两位提灯笼的长官，别帮我往前站，我们站在舞台的两侧好了，我们有一个平衡。好，这样子的画面可以吗？可以哈。好，来，我们看前面哦。好，三二一，哇！今天活动圆满成功。好，那我再预告这次台铁局跟东吴铁道。第二波的活动将在今天下午的2点在苗栗车站举办，我们也谢谢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谢谢你们，今天的活动到此圆满结束，谢谢。